难忘的记忆从这里开始，美好的体验从这里启程。各位嘉宾，孟长安大唐迎宾盛礼现在开始。 It's time for you to enjoy this performance. We wish you a great experience.祥林西降，紫气东来。大唐鸿胪寺官员人等，恭迎八方宾客莅临长安。孟长安，大唐迎宾盛礼，已为您准备就绪。诸位，请随我一步。前行，请。美丽的宫灯照亮了一个城市的历史，带来了一个文明的传奇。各位嘉宾，长安南门是远方贵宾拜谒唐朝皇帝的必经之路，是唐朝首都迎接四海宾客的礼仪重地。为了迎接各位的到来，这里早已洒扫清洁，鼓乐齐备。礼宾官员和来自皇宫的侍女远迎诸位于城门之外，用他们的热情和迎宾的仪仗，引领各位嘉宾走向第一个礼宾场所。在那里，唐朝最高礼宾官员鸿胪寺卿已迎候多时。各位，您的脚下是一条千年之路，那就请您通过梦幻的光影，追随历史的脚步前行。一个伟大的古都，一个伟大的朝代，正在等待着您的到来。
畅游周秦汉唐，举杯醉饮狂欢。有朋自远方来，迎君兴致长安。今日相聚会，逢君带来年。落吊桥，开城门，迎贵宾。合影留念，五分钟后您将在大唐鸿胪寺官员的引领下穿越吊桥进入月城，请您在拍照期间不要拥挤，请您在通
过吊桥时减速慢行。 Ladies and gentlemen, now you can take pictures with actors about 5 minutes. Then you will be led across the drawbridge and enter the Moon City by officials. Please don't crowd and slow down when through the drawbridge.